庄严，不见官用叫无言，莫非不中意我待见呀，我待见，莫非有鬼在心间，在心间。公主且莫疑问，你是作小弟替君，待见对你深深问呀，深深问，但愿恩爱不离婚，不离婚。恭喜太后，贺喜太后，公主招福嘛，真是是天大喜事，会当招到四名贵这么好的人才做福嘛。不但是公主的福气，也是太后的福气，更加是咱西凉国的福气。对啦，听董帅讲，凤年这个囡仔却爱着秋风之地秋玉芳。是啦，因两个情深似海，形影不离。可惜凤年这个囡仔一向眼高一点。难得也当看介意一个人，王公，你顶派人去找秋玉芳，爱甲夏子害完婚，是。哎呦，你先耐心，不要紧啦，头壳小啊戆戆的，别进头啊，吃两天个药啊就好，免烦恼啦。奉定，我袂用让你中途跋涉，冒着性命危险去刀口洗毒啊！所以我要下山，害四平贵，替你大哥报仇。表哥，公主已经下降了，任何人都不准擅自离开。为了你，切换军令，我也在所不惜。秋玉芳英明无论，我无法度杀死四平贵。四平贵即摆反倒当做我的罪魁，上苍实在太作弄人了。
清香，江边水晶只一点，沙地分别归故乡，香公公的公公香。将将心托付予你，就绝对信任你。凤妹总是怀疑你会倒回中原，也不过查家却认为你永远袂离开查家，对无？公主对我嘞。
相信两面皆做一个父的心灵。姑妈，啊，滚住！安怎透早你就家一个人伫遮伫咧伤心呢？啊，闹这个代志，本宫是甲这个延碧湖的风景阿弟，所以每天透早本宫就拢会来遮行进来。我来延碧湖是为着思念秋公主，敢讲伊也另有心思。驸马，你袂讲来遮伫咧思念什么人吼？是老在中原的乡亲。本宫乃是故意，先生父庙早已去世，永父庙也去世多年了。驸马，你敢有兄弟姊妹？无。驸马面貌严重，大概在中原早就意中人了。我时常看驸马一个人独自来这面带忧郁的心情，敢若亲像伫咧想什么啦？既然驸马你无亲人，想必伫咧思念你的意中人。主，你虽然是伫咧讲笑，不过若是让公主听到，伊是当作真实的呐。我嘛是当作真实的，不是伫咧讲笑。驸马，你还袂回答哩？在中原，是不是还阁有让你朝思暮想的人？主，你想了想远，嘛想伤济了。卯时已过，本宫应该回宫了。刺客，快进去救！你不应该伤伊，应该先问看是甚物啦。哼，太后命我为这处处安全，除了宫中之人，甚物人都不准进入禁地。这人这样好大胆，敢来行刺，一定是宫中极恶之徒。驸马，你接来这金表，是为动门暗器这金表啊？秋公主，你来在这？我靠，这金表是为你失事失表，太多个秋公主，不是秋公主，你看真做贼。我强调我欠你好心哦，我一定要带你医好。秋公主，秋公主，秋公主，你叫他欠你好心哦，有较好无？公主别犯禁忌，杜家那边已经伤及皮肤，我怎能躲过一死？我心痛意你，千年好修我，只会当暂时延续我的生命，让我与君主道别。秋公子，是为甲我亲手杀你，我绝不可能。我无怪你，是你的真情。为啥偏不为白相想？还在的命，一命休，天。
明三军的女丈夫，面上带泪痕，都无像我心目中的你。将目屎拭落地，好好啊，搁好好甲你看一下，好无？看袂清楚哩，滚出！秋公主，秋公主，秋公主！心